选择在我家附近的小餐厅，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像北海道。那一川改天在埔里，你的声音我有听到。前一天，赖清德在万里老家附近餐厅宴请民进党立委落选者，但部分区落选的王义川没吃到，赖清德亲口承诺改天再补一餐。面对选后新局，民进党也进行改组人事换血。我任用吴征担任民进党中央党部新闻部主任兼发言人，我们任用他担任政策会的执行长，也期待能够借重他的才能，将政策化简化繁为简，强化本党的议题宣传。好的，谢谢。包含吴征出任民进党新闻部主任，而原本新闻部主任张志豪转任组织部主任。至于抢救王义川大兵行动掀起旋风，王义川将出任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，但外界关注这是赖清德开始培养自己人马吗？我们哪也没有什么谁的人马谁的人马，我们都是信赖台湾的团队。你要说这个样子叫赖人马吗？那整个党部当然我们就是协助主席的幕僚单位，这点是没有错了。吴征首次主持民进党中常会会后记者会，相当熟练，毫不生涩。王义川将担纲起跟年轻人政策对话重责大任，而赖清德未来也将会持续扩大人才。我也趁这几日马不停蹄积极揽才惜才，未来我也希望能够持续扩大民进党的人才库，招募愿意为台湾做事的年轻一辈。面对选后新政局，赖清德积极招兵买马，持续秉持民主大联盟精神，壮大执政团队成员。三重环节由播 S 新小组台报导。